Hello， 我是 Rachel， 平时炸鸡就吃得多了，罐头装的炸鸡你有听过未呢？今次又跟大家试一下啦。这个罐头炸鸡是由日本直送，一罐大约有五至六粒到，试一下先。个口感咧好浓，唔系好似炸鸡，啲肉质都几嫩，味道咸咸地咁。跟住仲有咸牛肉罐头，是专用嚟送生鸡蛋拌饭嘅。幾好味喎，不過咧就同平時食嗰啲咧唔係好同，因為佢入面咧有好多肉絲啦，同埋入面有少少魚嘅鮮味，幾特別。最後試埋日本出嘅泰式咖喱雞罐頭啦，好食喎！個咖喱咧好重椰汁味啊，同平時出去泰國普食嗰啲差唔多，不過咧個雞肉咧就乾咗啲，但整體嚟講咧，我覺得好食。Yoo-hoo!